前自己做的那个品牌 CDM Airsoft。OK， 你们之前做的那个有怎么了？哦，你说的那个掉落出来。OK， 今天非常高兴，就是我的 Andrew， 然后邀请我们来这边，在高雄的城市战场，然后来玩 Airsoft 这样。Yeah. 之前都三级嘛，对，之前三级警戒真的很难，对，大家都其实都不能出来，其实也憋坏了。那今天是很高兴来，也是第一次我来城市战场。哦、yeah. ，真的吗？真的。Okay. 希望之后就是再看你们有没有在 join 哦、oh, ，好啊，好啊。OK OK， 对着荧幕前讲，就是化妆我会在。花更多的时间拍一些下场影片，然后甚至是有一些新加盟直接的场拿下场，然后之后也会再出一些像是远征团。所以其实今天我觉得就是一个不错远征团的 example， 就是我们从台中下来，然后这样子去打一天，然后怎么样？那搞不好下次也去台北，搞不好哪一次花莲冬青就可以这样。我希望在这个疫情之后，我们可以再看多一点。Yeah, sure. 像比如说，大家可能之前有来说，像比如你们出现的比较久一点，可是凭良心讲，就是他们的每一集的制作所花的时间跟成本，相对来说都很高。所以我觉得，即便你们可能出去比较久，但我觉得非常符合观众的期待，这样，包括我自己在内，好像我超喜欢你们的影片，真的。而且每一集就是看到的时候，你可以同时在里面学到非常非常多的东西。那今天很高兴，其实我没有看过日本的，老实讲，今天第一次看到，原来你想象中的高。今天也很开心，就是 Andrew 有找我过来这样，想跟你们画的团队，里面有一个真的感觉更高。对 ，Louis 他真的是主 rap， 他就是场景度最高的。那希望大家喜欢今天的这一集影片。那今天的这一集影片就是稍微的简单录一下，因为毕竟我以前有在打下场的部分，那时候我还没开始拍影片，所以可能对于下场的拍摄，我本来是要稍微拿捏一下，要学习一下。对， yeah. 我也真的还不会拍。其实我们之前我自己有试着努力去剪下场影片 ，so far， 这种未标。Yeah. 我觉得下场可能就是跟像我们平常拍的内容会有一些些差异，对对对对，所以可能剪辑的手法还要再稍微摸索一下这样。那你可以期待之后画他们再出更多有关用科学的方式来介绍 Airsoft 的影片，謝謝。那包含你们这次或许有可能会剪辑这次的影片，试剪看看。OK， 那我们就请大家拭目以待。好啊，谢谢。好 ，OK， 好，这样。好，红灯，黄总帮。好啦，那就要来开始今天的影片内容。那这也是我第一次到高雄的城市战场。那其实在我过来之前，跨他们就已经打了几场了，所以我比较没有时间先去熟悉一下城市战场的地形跟环境。那今天的影片我大概也只打了三场左右，因为我下午还有事情，就要陪女朋友回嘉义这样子。所以就大概给你们看一下。那之前打生存的时候，其实我也还没拍影片，刚刚也有讲过了一下，所以对于下场内容的剪辑，我这边还要再多多的揣摩。希望你们喜欢这一集的影片。那我这次的主武器是 VFC BCM MCMR， 然后搭配的手枪是 AAP01， 然后我的摄影器材是 Insta360 的 Go 2。它就是戴在头上，就是当第一人称的摄影机。这次本来想要搭配 ONE R 一起使用，只是我到现场的时候，我发现我没有带到镜头保护镜，所以没有办法开360度给你们看。那现在是回来剪辑中，我也有发现其实弹道比较拍不太出来，所以之后我可能还会升级一下自己的摄影机装备，可能去买一下 Roncam 的弹道摄影机，来让影片看起来更丰富。那就希望你们喜欢这一集的影片，我们就赶快来开始吧。有亮了，都是挂帽子上。对啊。好，希望这局我可以打到一个人。你们刚前面有打到？到现在半个都还没打到。真的？真的。超。不是很好打。不知道今天在烂几点。好了，准备好。那我第一场打的这一场是攻防战，我们是进攻方，我们要到对面去把对方的灯关掉。
那你们可以看到城市战场的这个场地是真的还蛮大的，那我相信很多人一起来这边玩应该是会有一个还不错的体验。开局目前我在这边就先拿下了两只，那你们可以看到就是在右前方的部分有一个敌人，我真的没有注意到这样，因为我一直听到我的左前方那边有动静，所以我的注意力全部都集中在左前方，真的是大意了。所以第一场其实拿下两只以后就早早的下来。那第二场的部分我们双方攻守互换，换成我们这边是防守方，对面是进攻方。在这边我找到了一个还不错的掩体，所以我决定先在这边稍微留守一下，看能不能多吃掉几只。那这边其实还蛮好笑的，因为子弹从我的左后方飞过来，那我就想说奇怪，左后方都是我自己的队友啊，怎么会有子弹从那边过来，所以我就举手往后走，就队友才跟我说他打到自己人了，所以我要赶快回到我的位置上防守，那也顺利的吃下这一场的第二支。
那我在这边对枪输了，那刚好是在复活前几秒的时候阵亡，所以我还有一次复活的机会。注意了，开门，开门，开门！好，大家会醒，加油！快到了，快到了，快到了！有人吗？有人。这边我选了一个不是很好的位置，那我想说往前推一点看能不能再多吃几个，结果我没有注意到右侧那边敌人已经攻过来了，所以也是很快的就被对方打下来。其实我后悔，我今天应该带 AP 零一来的。你有带吗？没有，我都带我的这个。你会累死。没有，想说这一个我还没拿下来下场过。掉蛋，大家都在掉蛋。等一下，我们游戏过程中游戏过了，然后我们不要玩一玩，突然从中间掉一个人下来就好。对。那紧接着就是我们今天游玩的第三场，你可以看到前面讲话的就是狙击手 Aaron 今天也有到城市战场来跟我们一起游玩，这样子，那我们就接着来看一下我们第三场的游玩画面吧。然后从冰柜吗？从冰柜。你刚刚走哪？其实我没来过这，我不太知道这边的那个。开始，开始走，这边怎么都可以。我们跟他们走。他们这边也是可以走哦，可以，那边，那边是往回走。我去看看了。Jeff， 这里可以走 ，Jeff。这 TK 吧，等一下。来呀，走，我掩护你。Go go， 快点 ，Go go go。
OK OK， 搭一个。这边我打方向，这里。那你们可以看到我被前方的敌人打下来了。那接着我们就切换到 Aaron 的视角来继续看完这场游戏吧。这边可以稍微跟大家分享一下，你们可以看到 Aaron 的视角画面，它是使用 GoPro 拍出来的。那我的视角画面就是前面有提到 Insta360 Go 2拍出来的。那其实，在低光源的环境下，我觉得 Insta360 Go 2它拍出来的显色还原会比 GoPro 还要好蛮多的。那其实大家也知道 ，GoPro 在低光源的环境下，它的杂讯会比较多。那 Go 2的这个，我觉得就比较没有遇到什么样的问题，而且它在使用上面，它非常小巧一台，其实我会觉得比带 GoPro 来的轻松许多。左边了，不好推，对啊，不好推啊，没有办法推的，没有卡住，怎么推？刘玲。那个死了，卡了那个死了，接着讲那个死了。他在哪里啊？
哦，看到看到，哎，接石那个吧，打过来了。这次在城市战场游玩的画面就到这边结束了，因为我跟 Aaron 其实后来都有事，所以必须先离开。整体来说，我们在城市战场游玩的体验我觉得还不错，只是在室内我们游玩的这个场地，老实讲会真的比较热跟闷一点点，因为它里面是没有开放冷气的，它只有室内休息区是有冷气。那场地坪数还蛮大，我个人是觉得还不错，如果刚好是有来高雄，不妨可以来试试看城市战场的这个场地。那也希望之后 Quad 的远征团系列可以来到台北，那我们可以再找找台北的场地来游玩，这样也可以拍更多的下场影片给各位观众看，大家就敬请期待一下吧。好，那现在是中场休息的时间，那大家应该会不知道城市战场旁边其实有一间隐身的枪店在这里，可以稍微的看一下这里。其实这边还蛮多，我觉得看起来蛮有味道的一些枪在这里。那你可以稍微看，像这一面墙，它就真的非常有味道，很像那个电影《Kingsman》这样子，有雨伞啊跟枪这样陈列起来，看起来就真的非常有质感。那我们现在来到，这个就是老板吗？是老板，没错。哦，那你要不要稍微介绍一下？大家好，我是红星包水的洪师傅。啊哈。然后这是我的秘密小店，工作室兼枪店。工作室。那老板这边主要都是有提供什么样的服务？我们这边的话，基本上都是现场急诊为主，就是比如说你在这边，就是客人还枪，然后枪可能会坏，枪半条可能会漏气，然后就是快速的维修服务，所以可能让你十分钟、半小时之内就能处理完，主要是这一项。那这样还蛮方便。然后我们也有就是备一些耗材，基本的 BB 弹，然后还有瓦斯。那我们有一个提供一个爱心的充电站。
哦，这么贴心，就直接插着就可以充电。对，你就随行投入金额，然后我们会捐到家庭中心，多少钱都可以，一到1000块都可以。那就是看观众如果刚好有来城市战场那边，希望大家多多支持这样子。那为什么会叫水弹化？是你们这边同时有卖水弹跟 GBBAG？ OK， 因为我基本上是生存游戏，我是从水弹起家。啊哈。对，所以我想说莫忘初衷，对，所以我就是创业了这家。哦，那就变成说，如果刚好有来城市战场，或者是你从其他地方来，也欢迎来看看这间就是蛮有特色的一间店。它刚好就在城市战场的旁边，其实你们走进来往左手边就可以看到了。OK， 那就谢谢老板，谢谢你，谢谢。謝謝。那今天还有另外一位也是拍 Airsoft 的 YouTuber Aaron， 对，那我自己以前还没开始拍片的时候，我其实就非常常看 Aaron 的影片，那自己也非常喜欢。但因为 Aaron 现在你有弄自己的品牌嘛，对，就 CDM Airsoft， 所以比较没有时间在拍片这样子，算半退休了。没有，是没有时间，没有时间，因为剪片需要大量的时间成本。对啊，一支影片动不动都是一整天，差不多。对啊，那现在有家庭，有小孩，还有加上工作，太忙了，真的这样子机会没办法负担那个时间压力。那我希望把这个精神传承给我们的 Jeff， 我希望我可以继续起这样拍下来，希望是可以。那我们这边可以稍微来介绍一下我今天到底带了什么东西。好，那我今天使用的摄影器材是 Insta 360的 Go 2，其实你可以看到它真的是非常小小的一个运动摄影机，那它就是你要使用的时候就拿回去放在头上，它就吸住，然后按一下按钮，它就可以开始录。那今天所有的游玩画面都是从这一台 Go 2的摄影机拍出来的，那一样就是底下的资讯栏有我的购买推荐连结，你们只要透过这个连结去购买 Insta 系列的所有产品，就是都有 discount， 或者是原厂它会送你们电池啊或其他相关的一些配件。那有兴趣的可以到下方的资讯栏去看看。那我今天自己用的主武器是这一把 VFC 他们最新出的 BCM Gear NCMR， 那我上面搭配就是 Vortex 的 UH1 Gen 2， 然后手枪的部分我是用了我自己做的Upper 跟那个枪管，上面这个东西就非常特别，它是 Aaron 的其中一样产品，这个你要不要稍微来介绍一下？它这个产品是 Ghost Ring， 它是鬼环。那其实我是参考这个《战地风云》Battlefield 嘛，对，像其实很多 AR 步枪上面都有这个鬼环。我只想说把它放到这个 AAD 上面，我觉得应该会别有一番风味。对啊，然后加上你自己有做这个叫。然后上半身、然后我觉得搭配起来是蛮好看的。那这时候是 CNC 弄出来的，我觉得非常搭配，非常好。这样，而且其实老实讲，我自己本身也是有玩 Battlefield， 所以那时候我就觉得，我也很想要我的手枪上面其实都有 Ghost Ring。那刚好前一阵子你们有看到我介绍我的 Glock 17上面也是有用鬼环，那刚好这一次 Aaron 他做的东西也准备要上市了，对，那大家可以期待一下，这一组鬼环真的做得很漂亮，而且也是 CNC 制造的，其实细节的部分我觉得做的真的还不错，在使用上体验也非常非常棒。到时候大家有兴趣再自己去上网看一下有没有。然后比较特别的是，其实那个时候很有趣，因为我知道 AB 很风潮那时候，我就自己做了 3D 电影的这个快板，就没有想到。有人希望我做开模的版本，还真的做出来之后热销，真的不胡乱。对，这边我自己也是用他们的这个 CTM 的 GA holster 嘛，对不对？对，这是第二版的 GA holster， 然后它是通用 Glock， 对，然后还有 AED 的，就是从这样开始来开启我这个制造产品的这个。这一条路，这样将来会有更多的产品会推出，对啊，希望大家能够去支持一下，支持一下，因为我有官网，到时候，I will share the link， 我会把 CTM Airsoft 的连结放在我影片下方的资讯了，有兴趣的观众其实可以去看看，他们真的做出了我觉得蛮多没有人想到的一些很棒的产品，说不定真的会找到非常适合你的东西。好，那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结束了，真的谢谢 Aaron， 谢谢，那我们就期待一下你们之后的产品，没问题，好，那我们就下次再见，拜拜，拜拜。